Hello， 大家好，这一场又是第四象限。好了，同样的，灰灰使用刚刚的那个飞跃坦克堡的战术。好，那真水无月是人类，红色人类，就是我依然是蓝色。好，我们来加速一下 ，Speed up。好，那他第九只出去干嘛呢？盖房子，我盖了没？我也盖了。如果第十只才盖，那我先出去看了。这一招一定要赶快先确认对方的位置，然后你要消掉对方的这个警戒心，不要让他知道你想要干什么。这个如果你让他知道他有所防备的话，比如说他在这边下一个 BS 啊，有视野，那你能做的事情就有限。你只要被他看到，他就会防了。他出个几只这个掠夺者跟马林在旁边，你二郎就上不来了，就算上来也烧不在他工兵。好，这时候再来追逐，你追逐我，我追逐你，现在都是正常流程。那这一招的变化性就是，对方如果没有发觉的话，他比较难防，因为根本流程看不出来。你看我现在流程也是做马林啊，根本就看不出来，我就是要跟他玩而已。好，回去，再回去，好，确定他没有视野，好，确定他没有视野，好，再赶快过去，赶快过去这边偷偷干。那他的马林来了，我的马林早就到了，因为我在迷雾里面，所以他看不到我。啊，另外一只马林在哪里？这里，快打死他！啊，他先被他打死了。那现在赶快假装我要进攻啊！他赶快，他也放下了 BU。那他要做什么呢？啊，目前为止看不出来。哇！在被打之前赶快下去。这时候军工厂刚好上去。这时候有两个选择哦，家里可以下星际港出女妖，或者是再下坦克，做坦克跟马林 BB 骚扰完就立刻去打。或者是等对方来打推回去。那我下电机工程手呢，是打人类一向的习惯，因为我怕女妖，女妖真的很烦人。女妖只要你失手20秒，你的工兵就狙了。那他也在防我的女妖。我同时做了科技实验室，做马林 Weapon Production Tab。哦，他在研发，哎，我在研发隐形女妖。那他做了研发工程模式。好的啊，你看这时候二郎出的话多美啊！他只有几只马林，哎，他的第六感不错。哦，我的这一波骚扰其实算是蛮狙的，他的防守都蛮全面的。放了一个 BT， 好的，二郎来了，21只，能烧到几只呢？烧了两只而已，悲剧啊！那我看到他的坦克，我的这个军工厂立马就绕跑啦，开始溜啊！那现在正在加紧的 train 这个女妖，同时他放下了星际港。哦，那等一下我应该会扫描一次啊，确认他的飞弹塔的位置，然后再来做决定我该怎么攻。哦，那这个飞弹塔跟这个飞弹塔中间的这个 gap 呢，哦，就是我的机会。我看一下我的视野，最好是好休息。 OK， 好，隐形确认对方看不到。哇，痛。好，找到无痛点了，一只马林不用怕，先打他 B， 两只马林，三只马林，四只马林，五只马林，快跑！哦，他看不到我了，好，再飞，那只飞回去。OK， 那他在做什么呢？他在做女妖，你看，双方女妖来，女妖去的，下了两个 VS 啊。哦，是我在做女妖，那他在做，吓一跳，
啊，在做围巾。OK， 打爆他的这个，我以为他在研发，打爆他的科技实验室，再来打爆他的工程实验室。然后 scan 了吗？对，然后我就跑。好，第二只女妖精来了，这时候他就赶紧做这个围巾。好，那我这时候已经双 VS 了吧？对，我正在两个 VS 做。这一招我曾被人家玩过一次，地面部队忽略。不过我也有一定数量的地面部队，防止他反扑。同时已经做了二宝，他二宝也好了，放这个 BT。那我现在就是要存女妖，女妖存着，飞弹弹打爆。因为他是走这个反应炉哦，那一定没有这个渡鸦。那只要你没有 energy， 就是我发挥的时候，你扫我就跑，你不扫我就打。啊，这是来探路的。哎，还被换掉了，真是猪脑啊！那这时候双坦克护阵，啊，准备抢钱，是否继续做？围巾呢？没了，停了，围巾停了。哦，这个阵就很难破了。你看，上下交相贼啊！你掩护我，我掩护你。这时候我就算二郎过来也是爆。那他家里只有一个 BT， 两个。好，等一下我们看我有几只。好，你看六只女妖，扫这边哪都快，一下，两下，啊，一只快爆了。这时候他危险了，先降他的瓦斯，让你等一下，围巾出来的速度不够快，扫描了没？扫了，好，打掉，先打掉，打掉再跑，停着跟他打，他没有能量，打房子也不错，他现在飞起来就没办法扫描，哎，奇怪，为什么看得到？哦，这一根。然后再打掉，哇 ，hurt is hurt。好，我应该继续来清这些东西的。不过我啊，你看，你看他的 range， 看得到，我不应该来打飞弹塔。猪脑，猪脑，猪脑，你怎么不打房子呢？猪脑啊，猪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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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哦，我的女妖科技，我的女妖技术不是很好啊，这对方又在这边插了两只飞弹塔。我如果能一直保持在这边，让他基地降不下来的话，我应该可以骚扰到他这个瓦斯厂。你看他现在卡人口，瓦斯还够，那我准备转地面部队了。这时候呢，非常的吃操作，哎，有点手忙脚乱的。我又想做这个雷神，那现在我有双 BF。然后4 BB， 但是都没有科技。4 BB 我来消耗钱用的。那这时候他来中间抢位置，不过我的女妖本来是要继续再做一次骚扰，那刚好就看到，我们不怎么怕机枪兵的，不太需要怕他。啊，这时候就怕了。哎，我没退，没再怕。女妖就是这么的鸡鸡啊。这时候呢，我在干嘛？你看看我有多智障。不过这。